当着闺蜜面跟小苏用第一次约会的语气说话。你好，你是小苏吧？本人真好看。第一次约会你也不好意思吧？所以带着闺蜜。你有病啊！啊，我早就想好餐厅了。哎，刚见面牵手是不是太快了呀？爱情。好好吃。小苏他这么不在乎吃相，他是不喜欢我呀？哎，吃饭。有点不好意思吃。哎，这个好喝吗？我喝一口。那、啊、你喝了，我们就半天就先接吻了，我们觉得有点。我们这也太难了吧？行，你第一次约会你空手出来啊？马上都要七夕节了。你等我一下。Later。我怎么会空手呢？哦，这是哪买的呀？这么快。刚刚你们逛街的时候买的。我这个是在美团外卖订的玫瑰花。好美啊，看来也不是这么。哎呦，好浪漫呀！七夕当然要浪漫一下了。正好现在上美团外卖搜“变成小小苏”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粉丝专属福利，限时抢50元无门槛鲜花红包，最快30分钟送达。够了吧？现在心理压力不太好呀、啊。你是不是还想说你怕叔叔阿姨们挣钱呀、啊？啊！放心，他也没人。配点工资价。不，你俩真是太上瘾了，别人不是压。I love you. 从不回头看。是我写的第几回？